你好，我是徐建伟。今天去法拉盛一间新开的越南泰国餐厅，没有中文店名的，它是在北方大道14734，地方几宽敞下的，啲台都隔得好开。佢啲餐牌有中文嘅，啲店员都识讲中文嘅。有越南粉啊、越南面包啊、蒙啊、炒饭、炒面、小食小菜咁，仲有泰式小食、冬阴汤啊、咖喱饭啊、粉啊、泰式奶茶咁，仲有啲碟头饭嘅，9.95一碟。越南春卷9.95八条。沙爹雞5.95四条。火车头10.95。菠萝鸡炒饭12.95。啲嘢 OK 咯，价钱合理。今日到呢度，多谢收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啦，拜拜。